bed feels warmer, sleeping here alone. You know I dream in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.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? Hello，店长及各位有潮市民旅行店的伙伴们，大家好。时间过得很快哈，转眼间我们已经满周年了。然后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想当初我们开店才10个人左右，然后目前其实短短时间我们就已经人数到达40个人了，真的是猴塞雷啊！给大家一个掌声。成长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很快，那也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。那未来呢，就是让我们继续一起。在这有爱的一个大家庭，然后手牵手一起认真的工作，然后开心的生活，然后继续迈向第二年第三年。 Love you, love you. A few moments later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森队的队长平平。那很高兴我们公司开幕一周年了，那从开幕少少的人到现在将近40个人，我们用很迅速的时间在成长茁壮中，那我们真的好棒，然后很开心跟你们大家一起共事。那天早会有听到店长说我们的体系当中，我们的公司开发量是整个体系的第二名，第一名是永庆和平店，所以可以确信我们的业绩一定可以追上永庆和平，或者是紧接在他们的后面，我们的业绩一定是指日可待的。我们在期待我们后面的爆发量。那店长很用心的打造这个平台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在这边的工作以及生活，那创造周休二日，开心工作之余能够陪伴家人。那希望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在欢度二周年，明年见。 Nice。 店长各位伙伴大家好，七月这个月是我们迷你林森一年度的周年庆，首先要感谢店长让我们有这么舒适的工作环境，让我们在面对客户受到挫折时可以像回到家一样舒适温暖的避风港，养精蓄锐再出发。再感谢在座的各位伙伴，常常看到同事借钥匙忙进忙出，很认真很积极的带看，看到大家这么认真，我的小宇宙就燃烧了起来，感觉被激励了。回想到之前刚开幕才寥寥几个人，到现在这么大的团队，店长的带领之下，我们能当花莲的老师的领队，帮助年轻庆生一下，每个人都冒泡，加油！